缺口。这不要。妈妈，我们中午吃螺蛳粉吗？螺蛳粉怎么样的？很好吃的，走。好吃。哎，要不就觉得很好吃，要不就是不屑一顾。来，嗯，试试我们广西的螺蛳粉，看到吗？很丰富的嘞，笋、木耳，你看多好吃，还有花生，可香了。粗粗的，我吃不习惯。你试一下。哎，我不想吃。那你吃什么？你吃辣椒。我找辣椒吃的。我找辣椒。挑剔的死，说我螺蛳粉臭臭的。更气人的是，我带他去买面包，他说你们广西面包不好吃，搞得那个店员笑死了。多香啊！要不要做辣椒去？我走。多好吃啊！我不要，走。挑剔。我不要，我走。太难伺候了。我走。打你屁股。我走了。幸好还有去年的辣椒，不然我看你吃什么，饿死算了。刚刚熟。那还没熟呢，老弟。是，趁了。这也可以了吗？这得这么多。长大一点先。哎，那边有。那这边。那。够了，你一个人吃一盘了。啊，够了。过来。怎么就这？爹，你辣椒炒什么呀？辣子炒辣椒。辣子炒辣子啊。小店头子，你为什么那么爱吃辣椒？我不认识吃辣椒。哎，你吃得完这么多吗？真的啊，这么多。我就是螺蛳粉啦，妈，你自己看着火。好。哎，还是老子好吃啊，螺蛳粉是好吃的，粗粗的，这里个香啊，可以了。哇，没有名气喽，不是没开到最大。哪里啊？哦，真的没有。没有。富儿，煤气多少钱啊？140一瓶。你别说，我们烧柴火出来了嘛，有那么多柴。好，烧柴火。买个柴火灶，380。这柴火要吃一点。你看我这个好香，我这个香的。哎呀，吃辣椒就有胃口了，省八分。吃饭啦，宝儿，吃辣椒了啊！好，来了。吃饭。
妈要酸笋吗？吃一口。吃，不要。那你吃这个。这个多好吃。哎，好辣。慢点吃。小的好吃啊。喂，这里辣椒好吃。辣椒啊？嗯，你看过？是不是啊？嗯，大颗大颗辣的，好吃啊。啊，哇，太辣了。坏了，辣没有了。都是你的。好，你过来。太辣。过来。你要回本人。